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长虹的第八区的第二个功能，它叫做赠送课程优惠券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步就是登录长虹系统之后，你往下滑，你就会找到这个 EL 时数区的专区，那你就选择这个赠送课程优惠券。那这个功能也是最多人用，也是大家最常用的。好，那再来是你要怎么去发送呢？你在这边会看到一个我要发送优惠券，你就点下去，那它就会跳到这个长虹的这个发送课程优惠券的页面，那你就可以选择课程，看你是要分享实体课程的优惠券还是数位课程的优惠券，好，都可以。那我这边就是先选择实体课程，那再来是这边是课程类别，就你可以选择你要发送的是 PMP 课程，或是 ACP， 或是 PBA、RMP， 或者是Scrum 系列的课程。OK， 那我就假设我要分享 PMP， 那这边的话我就输入朋友的姓名，然后以及他的 email。输入完之后，这边这个日后同意收到这些这个勾勾，记得一定要帮我勾起来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就可以按下确认了。好，那其实我刚刚这些步骤就是这个图上面有写的，第一步就是填写被推荐者的资讯，那再来就是请他到信箱去确认收信，那第三个就是看一下有没有找到这封信。OK。就其实非常非常简单，非常容易。那之后你就可以请朋友拿着优惠券的号码来长虹这边做报名。那这边也跟大家讲一次，就是如果你在长虹这边上过一门课的话，你就可以发送一门课的话是可以发送十次，那你也会取得实体礼物。所以假设说我已经上过两门课了，我最多就可以发送20位。那如果三门课的话，就是30位。OK， 那我这样相对也能拿到是30个。或是更多的EL时数。